欢迎大家收睇协力新闻，我是专业的吹水员皮丘。根据可靠的线报，著名手机游戏 Puzzle and Dragon 的迷之社员 Muraco 于11月27日15:20向玩家们发出以下的信息：多得了大家，我们在国内的下载量已达到5600万。为了纪念此事，5600万下载纪念活动将会在11月30日星期一举行。就上述事件，有玩家作出以下的回应：又十石机，哪有钱你老母，一次过派100石就差不多。好啊，妙啊，派石正啊，不是抽石就乜都得。八婆270万 follow 都54石啦，你5600万 download 得56石，你老母我好攰啊！感谢派石，让我有得流石等火影。算你啦，有派石，山本菊花得以休息14日，舍得开翻喇叭同埋炭王放提味。活动可以改成连续56日石，可以留住啲人喺度玩。bla b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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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， 我已经对几多 download 冇晒感觉。有活动时露出石头是常识吧？有石，我今次唔闹你了，山本。等价交换，不要56石，等于山本不能买手表。好，接住落嚟又有另一单有关山本大界嘅新闻。又根據可靠的線報，山本大介於11月25日20:16表示 Blue Bread 是一首好好聽的歌，之後在 PAD 玩家入面突然衍生出一班太空戰士，以下是他們的 FF 的內容。找生物古場做代言人，生物古場是唱青鳥那隊樂隊，真是合作都不會播歌的啦。咁你講隻歌把鬼咩？山本舊姜就復刻合作，全部加翻主題曲。火影定爆漫啊？定出曬啊？係就快，唔好等下個禮拜。山本，你唔好有事冇事都出 post 啦，好無聊啊！唔好要人估估下啦，你老尾。如果火影，我要齐 set 加所有形态。如果你出爆漫火影呢啲大合作呢，唔该你活动做好啲，啲重做好啲，唔好净系得个擦字。我就嚟变太阳花啦，一定系爆漫嚟啦！阿斗未补，山本的 bird 会变 blue。就上述两单新闻，苦恰恰的皮丘一如以往又再向山本大介的菊花表示最深切的慰问。喂，我好忙啊，自己拿去买正骨水啦。协力新闻报道完毕，再会。